之前啦，咁我想攞翻你少少個人資料，咁睇住翻個記錄，咁下次你嚟復診嘅話，咁我都可以好快知道你個狀況啊嘛。你可以講，你叫咩名啊？ 四啊，好后生啫喎！你而家读紧书定系翻工噶？哦，翻工噶，请你做边个行业噶？唔使担心，其实我哋都系攞个纪录，啲资料系会绝对保密噶。 你放心講啦，咁你個電話係，好，電話係，有冇手提電話嗰啲？可以講嘛？ 咁就同你入咗啲資料，咁你可以開始講，今日心情點啊？阿姐，咁我想你放心先，其實唔使咁緊張噶，只不過係你當我係你朋友，我同你傾偈咁就得噶啦。係啊，姑娘，我聽你講嘢噶，絕對。 要大把時間啊嘛，係啊，慢慢搞唔上級。嗯，係啊，你想講咩都得嘅，唔緊要，慢慢嚟咯。冇人會笑你噶嘛，呢度得我同你，除咗會將你嗰啲嘢全部保密，同埋我絕對係會聽你傾訴嘅，放心。 将你嘅心交俾我，好唔好？嗯，好乖啦。咁，简单讲下你今日嘅心情，觉得点啊？开唔开心啊？嗯，都好过，都系都几好，见到你个人都即系有翻啲笑容。 咁啊好啦，咁你自己系，你讲下你屋企有啲咩家庭成员啦，讲下你屋企爸爸妈妈细佬妹嗰啲嘢好唔好啊？我都想了解你噶嘛，慢慢讲啦。 几好喎、啊，咁样，即系同屋企人住嘅系咪？好啊，系，几好，咁。 其實你嚟見我，咁我相信你都係有個
啲煩惱或者有啲心結解唔開，你先會上嚟呢個 GFC。GFC 社區中心嘅啫，係咪先？係。知嚟噶，好小事啫嘛。其實你要知道，人呢冇可能永遠都順風順水，一定會經歷過低潮，同埋順境逆境嘅時間咯。咁今日你可能很唔開心，可能好失意，對於而家嘅狀況。其實不代表全部，代表你人生的所有。只要你堅持努力，你就會過得到，你就一定會跨過難關。當你跨過了難關之後，你就發覺原來當初你所煩惱的事情只不過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。GFC 姐姐經歷了幾十年的人生，我相信都有份的資格可以同你講翻呢些話。我都試過很不開心、很失落，甚至想要唔好意思啊，頭先係遲咗先。我都經歷過不開心，甚至想離開這個世界，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很沒用。但是我一直這樣埋怨下去，又有什麼方法，又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嗎？其實不是，自己不停轉牛角尖，不但沒改變現在的狀況，而且還會令到自己情緒很失落，整天都不開心，嚴重的可能會影響了健康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當你有不開心的時候，你一定要找人傾訴，傾訴完之後你絕對會舒服一點。而我就今天來為你解開你的不開心、煩惱，幫你消除你的負面情緒。我希望我真的可以幫到你，我真心希望你要珍惜生命。其實你現在是很幸福的，你看看你現在擁有什麼，你再對比一下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人，你就會覺得原來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講到這裡，不如知一些姐姐同你輕鬆下玩一下啲遊戲，等你冇咁緊張啦。因為我見到你剛剛的同埋現在的樣子都是有啲拘緊，好似放鬆唔到咁，所以我諗住同你玩個小遊戲，等你可以放鬆 relax 啲咁樣，唔使咁緊張嘅。其實呢個地方係很安全。很温暖，不如姐姐同你玩个游戏，你赢咗我就请你食朱古力条啦。其实你知唔知朱古力系可以令到人哋增加，令人哋开心啲噶，食朱古力系可以噶。我就同你玩个游戏啊！
知一思姐姐而家成日甩别嗰个咁嘅磁石，咁咧我就咧会揸个磁石摆喺我两只手其中一只手度，咁你就估下睇下，我边只手咧就有呢个磁石，而佢个挣扎咧，我就请你食巧克力棒棒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咁呢度有粒磁石，咁我就将佢收埋喺我其中一只手度，你就估下咯喎，嚟啦！好啦，你觉得系呢边嗰只手有啊？右边呢只手有定系左边啊？三秒你选择，三、二、一，呢只，我想睇，系咪呢？你确定系呢只手有粒磁石系咪？系咧，两揭晓，佢挣扎啊，好叻啊你，请你食巧克力棒棒，其实。GFC 姐姐呢隻手都有磁石，但係又唔介意同你玩個遊戲仔，咁點都要請你食噶嘛，係請你食，好好味嘅。啱啱喺呢個零食鋪買翻嚟，食啦，我餵你食，係咪好食啊？你睇下你食得咁仔，哎呀，食得咩咁仔咩？可以咁肉酸嘅，你做下难食啊嘛？你牙齿好大啊！你今日几点食饭啊？你食饭啊？唔介得知你食到咁冚青啦、啊！哎，俾曬成桶你食啊，真係成桶俾你揸住。嗯，我都有啲頭啦，我食一條先。自犯生者笑容多者是不是啊？那你好啦，我最喜欢就是见到你现在这个人，个人笑多些，人都会靓些，精神些的。好啦，那你可以继续讲啦。你唔開心嘅，你最唔開心嘅地方係即係覺得原來壓力好大咁樣啊，就多啲運動啦。另外，你自己有咩興趣噶？嗯，係咯。即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咁樣，即係個人，你一開心咧，你就唔記得咗啲唔開心嘢噶啦。係啊，興趣好緊要噶，你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咁，令到個人即係能報下啲興趣班咯，
上下堂咁學下嘢，又可以識多啲朋友，又可以增加自己知識同埋啲技能，係一舉兩得，又可以消磨下時間啊嘛。你唔覺得出多啲街行下，個人精神啲同埋舒服啲嘅咩？係啊，有時候有時間就多啲出去行下，吸收下啲新鮮空氣啊嘛。其實你嗰啲都係好小嘅問題，我相信你咁乖，你一定可以克服到嘅。你應承我好冇？我相信你一定做到嘅。記住啊，笑多啲。或者你唔開心就可以上嚟揾我傾偈。我絕對是會聽你講嘢的，你知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會聽你傾偈訴苦，我們一起努力，無論有什麼不開心，我們都要記住一件事，就是永遠都要保持樂觀的心態去面對難關，以後一定會有彩虹的。你要相信 GFC 姐姐，連 GFC 姐姐都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。知不知道啊？實在太好了，你而家同你啱啱入嚟嘅樣咧，已經唔同咗。真㗎，係啊，係啊，你靚咗好多。我最中意有笑容嘅人㗎啦。係啊，因為人一笑咧就好靚㗎啦。好啦，咁啊。時間都差不多，咁我仲有下一個病人咯。係啊，如果你有咩唔開心，你隨時上嚟揾我得噶啦。你打翻呢個電話咯，係。跟住我張卡片，上面就有個名同埋電話。咁如果你唔開心，你就打呢個電話預約我。book翻個時間俾你，咁你有時間就可以上嚟揾我傾偈，好冇？哎呀，傻啦，做咩啊？你唔當我係嗰啲醫生，我唔係，唔好當我係社工，你當我朋友就得噶啦。係啊，好啊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好冇？你慢慢執咗啲嘢先，咁啊，記住啊，就係呢條朱古力條係我送俾你，記住攞翻走啊。係咩？咁你可以喺嗰度咁撳十字樓，咁搭 lift 落翻去大堂就 OK 噶啦。好啊，我哋下次見啦。慢慢行啊，記住。小心啲啊！仲有出面落緊雨啊，唔大隻啊。好啊，好啦，再見。